13日，韩国艺人 LOCO 所属社通过官方 INS 上传了一张 LOCO 的照片，并写道 LOCO 的陆军训练所照片公开。照片中 LOCO 身穿军装，面带明朗的微笑，十分帅气有型。此外， LOCO 于7日进入陆军训练所。消息发出后，粉丝们纷纷留言，扣宝要健康回来呀，在军队也要好好养头发哟，穿军装真的帅到炸裂，哥哥一定要平安归来呀，帅萌帅萌的，就是这种感觉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